总是心飞狗跳又慌慌张张，我的生活似乎缺少点希望，糊里糊涂发生什么没有准备，哎，才刚刚早晨拥抱新的阳光，哦，忙忙碌碌轻轻看看，给我一点勇敢与天真，为了理想无敌满身，明天一早醒来又是好精神，哦，反反复复扰扰纷纷，可生活就是叫你幸福与艰辛，哦，唱跳高手是那就稳，享受酸甜苦辣每一分，父王是真心想把我找回去吗？毕竟你是主君心爱的十七公主。十七不用这么大声吧？谁家公主长这样啊？这些话从西域运到长乐城，路上难免遇到阴雨天气，糊了也很正常吧？这也太糊了吧！既然都这么糊了，咱们也没必要伪装了吧？哎，你别说啊，你穿这套衣服还挺好看。哦。是吗？我呢，也很俊朗。那咱们继续伪装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襄阳大道的风机令忘了停。李天帝，真的是我阿爷吗？我还是拿这个宅子抵了再走了三档。可是我好不容易有个家的。新娘子，你在收拾包袱呢？哦，我阿爷既然走了，那我就去把他找回来，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谢娘子真是好骨气。谢娘子啊，找阿爷去不如等阿爷来，李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你阿爷是不是你阿爷你还不知道，我认为你应该先找到你阿爷问个清楚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谢娘子，学生认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如果你现在走了，这是谁的宅子谁的阿爷反而不清不楚了。那我认为现在应该趁着风和日丽赶紧上路。你要是真走了，我流落街头这科举还怎么考呀？你的房契我会拿好，你的科举照样能考。谢娘子一路走好啊。嗯，嗯，哎呀，今天外面刮风了吧？哎呀，刮呀，刮的好大呀，而且是东风转西风，西风转北风，北风又转南风啊！哦，那不就是龙卷风吗？啊，对呀，龙卷风多危险呀！今日我看了黄历，不宜出行。哎，谢娘子，刮东风就往东走，转西风就改西行，遇上北风就在北上，撞上南风就顺势下江南，这叫一路顺风，万事大吉。还是请吧。顺风吗？这不逆风出行吗？你穿这么小不晕吗？我有童子功，不晕。恩公没有，遇到龙卷风得晕。那完了，今天要是走的话还是会有生命危险嘞。好危险啊。喂，哎，谢娘子，你自然会逢凶化吉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还是赶紧去找你阿爷吧。不找。上官郎君，谢娘子今日要是真走了，你这房子也卖不了。我认为能卖。现在房契上写的是李天帝李公的名字，需要他亲自和你去衙门画押才能卖房。
全长乐都知道，谢娘子就是李公的亲闺女。我们现在就去衙门把这事给办了吧。嘿，不巧了，衙门现在忙着抓江洋大盗呢，估计今日没空受理。那明日一早便去就是了。嘿，又不巧了，西域公主她还跑了，还得再等两日。别说了，那就再等两日，两日以后肯定去衙门。可以不？一言为定，在下告辞。上官郎君，这个宅子可以卖，但宅子卖2500贯刚好够还债，但学生啊还需要一些钱来安置，这样你留我100贯足矣。我卖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虽然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我实在看不惯上官古川这样欺负谢娘子。可惜我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。既然要有一个人出手的话，那出手的一定是一个人。真的要出手吗？啊，学生觉得吓唬一下就可以了。郎君呀，你要对这宅子动手，流浪就得对你动手啊。怎么动手啊？他能杀了我吗？哎呀，让开，让我去放走他。郎君，我这千千万万个你也抵不住一个流浪。我是不行，但有人能行。哎呀，你再想一想，金光用只会两败俱伤啊！他能比我的刀硬？他比心硬啊！只要他心能软下来，万事皆可商议，他也不会想要卖房赶走我们的。有理，只需一滴心太软，他也可暂时心软。他心软了，恩公就能留下来，恩公留下来，我就可以报恩了。恩公留下来，我能报恩，然后就让他去到他心。大叔，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让他心软呢？实不相瞒，这是我们唐门自主研发的新药，心太软。只需一滴便可让他暂时心软，控制心智，而且无色无味，可溶于万物。没什么感觉呀、啊、你确定这玩意儿有用吗？服用此药后需和接触者对视6秒方能发挥药效。哦，6。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原谅我好吗？好，我原谅你。你拿我试用、啊、你做什么我都会原谅你的。总算找到两位了，感觉心里踏实多了。你是怎么认出我们的？两位这造型很难认不出来吧。公主，我们不会暴露了吧？别晃晃粉珠，先看看他说什么。他长得还挺帅。不，你没认出来。啊？哦，我没认出来，我是没有认出来。江湖规矩，我懂。6秒行动，开始。收到。多谢。5、4、3、2。两位不要动怒，我不会暴露你们的行踪。你们叫什么？来自哪里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找我们做什么呢？在下上官古川，听闻两位武艺高强，能以一敌百。我府上有一位唐门弟子，名叫流浪，两位可认识？不认识。我从来不记蝼蚁之名。这份自信跟我好像，那我心里就有底了。明日上午我想请两位去长乐城北袁熙坊立宅，替我除掉此人。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此等小事10文钱足矣。5、4、3、2、哦、原来两位视金钱如粪土，是我肤浅了。5、4、3。那我们明天就以摔杯为号。在下告辞。哎呀，不愧是江洋大盗，
气场好强，好古怪，吓死了！你瞅啥？长乐城的太阳就这么大吗？哎呀，好古怪呀、啊！这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好英俊呀！哎，啊，够六秒了吗？差一点儿。公主，对视六秒一定是真爱吗？当然了，你质疑我？不敢。那你就是质疑我的卜卦和罗盘？更不敢。你说，刚刚我们都被那个帅帅的郎君认出来了。还有必要乔装成这样吗？我早就说过，穿成这样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太高调了，穿平常一点反而没人认出来。反正那个画像都糊成那样了。也是。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，我是逃婚对吗？对呀、啊。跟我和亲的小王爷就在长乐对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为什么我们还是来到了长乐呢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吧。我给你捋一捋啊。是你要逃婚我们才离开的西域，对不对？是你想找真命天子我们才跟着你的罗盘来到长乐，对不对？根据得到的卦象所示，我的真命天子马上就要出现，而且根据你的罗盘指的方位就是长乐城北原西方。那不如我们就去那长乐城北的原西方一探究竟。公主好计策。嗯，那我还是觉得哪儿有点不对。为什么你喜欢的李图恰巧也在长乐呢？罗盘我看一下。你可以质疑我，但你不可以质疑你的罗盘和卜卦。他们早就预言了有一对金童玉女会相识在长乐城北原西方的一处。是据牌所示，他们二人只要在月圆之夜对视六秒，那必能长相厮守，永到白头啊。对，不错不错。对了，以后啊咱们俩在长乐行事一定得小心谨慎。文头起见呢，你我二人身份互换一下，你就是我家小娘子，我就是你的侍女，这样合适吗？那有什么不合适，给我捏捏腿。好嘞娘子。我是在外人面前、好嘞公主。咱们两个还得起个中原名字。那取什么名字好呢？这个我得想想，不能草率。这是我们唐门自主研发的新药心太丸，只需一滴便可让它暂时心软，控制心智，而且无色无味，可溶于万物。我可是个读书人，我有办法无你全家。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阿爷已经浪迹天涯了。这一别，你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还是刘少侠的法子好呀。上官郎君，喝仙茶呀，这个茶呀可以降脂生津，止咳。谢谢。还能瞑目呢，郎君，你要不看看我可有什么特别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这位爱爷。不是，这个茶呀明目功效卓越不凡，郎君若不信再仔细看看我。五四三。上官古村，你出来一下。喝了。王七，
谢娘子这手劲儿可真大，看来你以后可以靠双手谋生啊。都是上官郎君手劲平平，不愧是养尊处优的富家郎君。你别羡慕我了，想想你自己吧，以后只有你一个人了，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心疼你，半夜你就一个人哭去吧。对上了，成了。对，我就是没人管，没人疼，也没人爱。我就是想等我阿爷回家，我想有个家。我做错魔事了，为魔事要这么对我嘞？你怎么了？我心疼。我可没有碰你啊，你要是魔事心病，不能找我碰瓷嘞。我心疼你一个女孩子，想想你以后就要风餐露宿，我就难受。不如你留下来，这房契我不要也罢。你不会又要搞魔术阴谋诡计吧？我想想你，我就于心不忍，只是觉得你可怜、可爱、可悲、可叹，而我可恶、可恨、可厌、可弃。既然这个样子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免碍了小娘子的眼。这杯了，准备好了吗？离得好近啊！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摔了，摔了。一会儿我数三个数，咱们俩就冲进去。你谁呀？你们谁呀？谁是流浪？正是在下。哼，接我打狗十八掌。这你也就是手厉害。接我天马流星锤。你也就是脚厉害。借我落花流水拳。就没有我流浪守不住的门，想让我守不住门都没有。你们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要打人呢？上官郎君，是你雇我们来对付流浪的，我们可是以衰微为号，你并不认账啊！别胡说八道，我根本不认识你们。三官古村，没想到你还暗中满胸，我还就不走了。房契你也莫想再拿到了，流浪孙空，愤怒举报官。别，千万别，我们自己走，自己走，我们自己走。别看我，我真的不认识他们。上官郎君，你会借血吗？上官郎君，你真是孔武有力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啊！哎呀，原来你们真实的模样是这个样子啊！啊，算了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你说你们擅自行动就擅自行动吧，打不过就打不过吧，把我出卖了就出卖了吧。你们怎么还有脸让我把他扛出来的？啊，要不你再给他解个穴。这真是邪门了，我刚刚明明马上就要到手了，怎么突然就心软了呢？哎，上官老君，你不能走啊，我扛不动他呀。自求多福，好自为之。
咱仨就当没见过。不好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小点声，太丢人了。最后我还是靠我的内力打通了我的穴位。行了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，赶紧离开元西坊，离开长乐城。不行啊，公主，你的罗盘指的就是罗盘。你是不是动我罗盘了？没有，给我看看。没有，没有。别动！为什么这个罗盘指向李宅呢？陈家，不是我动的。什么？你听我跟你说。哇哦，好神奇呀！神奇什么？难道我的真命天子真的在李宅？那我们住下。可你刚刚跟人家打过架。哼，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住下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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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快让李家娘子起来。你要是不答应我们住下来，我就不起来。那你就丸子吧。谢娘子，我们一路从西域漂泊而来，你要是不让我们住下来，我们就要流落街头了。你们这个样子，这个口音，这个长相，哪里像是西域来的噻？我信你个鬼哟，编故事我都不信。嗯。哎呦喂！谢娘子有所不知，我娘也是汉人，可是她早逝，我阿爷又不要我，而我侍女本就是长乐人，被卖到西域做我的侍女。所以我们的长相口音才会如此，可我们的的确确都是从西域来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们的身世还蛮像呢。我二娘生平再看不得女子色苦了，我考虑一下。我们可以付租金押一付三。我考虑好了，我二娘说过，女子就应该帮助女子。你们住下吧。但是。租金半贯钱没得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快谢谢人家。谢谢你全家。不要谢，不要谢，是我全家应该谢谢你们，有了租金我就可以还债了。还是谢谢你，谢谢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我带你们去后面看一看房间。谢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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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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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官郎君能是我的真命天子吗？公主，你看，真命天子、上官郎君，都是四个字的呀。缘分到了，挡也挡不住啊。公主，你这是要去找四字哥哥？我来帮你。他怎么还有脸留下来？如果是我，我都没脸留下来，他还能留下来，是脸都不要了。废话。恩公想留，但这个上官古川不答应，这次买凶不成，难保不会有下次。那流浪少侠想怎么办呢？我找了个印度高僧，买了点配料，研发出最新的心太软。那这回有什么不同？哦，你将塞子拔开便知。哎，好香啊。嗯，我做了吸入式。光闻着就会有用吗？你看来你看着我。你不用再说了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，做什么我都会原谅你。上官郎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学生来劝劝你。学生看来啊，谢娘子和上官郎君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人，这宅子的事儿啊还是好好商议。谁说我吃软不吃硬了？是流浪太硬了，我吃不下去。郎君是宅心仁厚，不然当时谢娘子明明都已经把房契交出来了，你自己怎么又反悔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大概是他一哭
我就一时心软了。对喽，古人云呀，对付男人最好的武器就是女人的眼泪，果然撑不起我呀。他是不是以为只有他能哭啊？我也有眼泪啊，我要把我最脆弱的一面暴露在他的面前，让他知道我是多么的弱小可怜无助。我要用女人的方法去打败女人。上官郎君真是才思敏捷，不走寻常路啊。哎，那你知道怎么能够让眼泪流下来吗？你有什么方法吗？哎呀，这可难办了呀，我替你想想啊。哎，我刚好有一个秘方。巧了巧了，就这么巧啊，无巧不成书嘛。这真的会管用吗？祖上秘方斗朝成，传闻我太太就是喝了这个哭倒了朝成，而你闻过以后呢，只需要和人对视六秒，那就是一个泪如雨下不在话下呀。失敬，还给你。哎，上官郎君这是要去？去拿凤器。您慢点儿啊。你有病吧？全家，你不知道，如果账收不回来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回去见父母。没有脸回去见父母，我就回不去就不回来，住到这里，想住多久都行。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应该是衣食不愁的日子啊。是，我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但我却觉得我像是牢中的金丝雀，我虽然长了翅膀，但我不能在高空中翱翔，只能供人赏乐调笑。但是这掌诺城里多少人挤破头的想当金丝雀嘞。可是如果金丝雀他不想当金丝雀呢？那王八还不想做王八嘞。你那全家，你好好看看我，我在你心里真的像那种十恶不赦的人吗？越看越像嘞。我在你心里真的像那种人吗？啊！你又心疼了？我就说你有病吧。没有，我是心疼你。我也知道你不容易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见了你就是说不出重话来。你要是想留下便留下吧，房契我就不要了，总不能委屈了你吧。从了欠条，我这就撕。等一下。等什么呀？我信人家说过，一不欠情，二不欠恩，三不欠债，此事从长计议吧。你也心疼我了吗？我的意思是你我都再考虑一下。上官郎君，原来你在这儿啊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什么，先前的事儿你还怪我吗？当然。三二一，六秒了。当然不会怪你，你做什么我都会原谅你。就是你，成了，坏了！鬼鬼祟祟干嘛？这下真坏。这是摩斯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我们路过。上官郎君，我刚听到你要仙娘子留下，不要房契了。
男子汉一言九鼎，说出去的话就是说出去的话。我问你，这到底是么事？你要是敢骗我，我这么就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恩公息怒，这是心太软，一种药水，喝下以后只需和人对视六秒，便会换上一副软心肠，变得千依百顺。范中举，你竟敢设计我！这一次和上次都不是学生的主意，尤其是这次，是郎君你自己的主意。那一定是你指使的。好一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卑鄙！我阿娘说过，明人坦荡荡，小人做暗事，我才不会使这些卑鄙手段嘞！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。此事与恩公无关。解药拿来。虽说是解药，可是没人吃过。只因它虽是解药，实际上……别说了，快把药给我吧。上官郎君。卑鄙。啊，上官郎君，你没事吧？他要多久才能醒来？3个时辰。那要是不吃解药呢？要是不吃解药的话，1个时辰之后药效也会消失的。为么事不早说嘞？你也没问我怎么说，我说了你又问。你问了我再说，你又说不早说。闭嘴！对啊，你们，哎呀，你们刚才都看见了？没有，我们可以当作没看见。丢死人了！哎呀，没事，一辈子很快的。呀，上官郎君，你醒了。范中举，枉我平日对你不薄，你竟然眼睁睁地看着我走入流浪的陷阱。没有，我也助推了一把。上官郎君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。流浪也是报恩心切，谢娘子孤苦无依，如果她真的走了，她能去哪里？李天帝犯的错为何让谢娘子一人承担？要说这罪魁祸首啊，还是你自己。你不借钱给李天帝，李天帝就不会欠债，李天帝不欠债就不会跑路，就不会留下孤苦无依的谢娘子呀。说完了吗？啊，我渴了。坐下吧。这怎么味道不对啊？这次可真没下药啊。那上次到底是什么药？配方是什么？从实招来。这都是流浪康胃秘方啊，我只是听令行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饿了。啊，我你歇着，我去给你准备吃的。太软，这么好的商机也不留个备份。走，刘。我就是想等我阿爷回来，我想有一个家，我做错么事了？气死我了！我再也不想在这待着了，都怪你，谁让你动我罗盘了啊？一路把我骗到长乐，骗到这儿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李图给的。
我之前听说李屠经常会去长乐城北元熙坊的一处学府授课。昨天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发现这儿离那好近呀。谁让你说话了？站好了。痒痒。别动，再动我让你再也见不到李屠。公主，你别生气嘛。也许你的真命天子真的在李宅呢，真的是上官郎君呢。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今晚就是月圆之夜。你还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？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个，帮我交给上官郎君。好嘞，回来。站好了。咱俩的事儿还没说完呢啊，小丫鬟给我听好了。第一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不准私自动我的罗盘。二，不管你想见谁，不准私自动我的罗盘。三，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解决，不准私自动我的罗盘。二位娘子啊，站好了，别动啊！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，得管。动一下，我让你再也见不到李屠。我让你明天吃不饱肚肚。我告诉你，一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不准动我的李屠诗集。你看他。二，无论我想去哪儿，就跟我去哪儿，别问为什么。三，三是什么来着？三不是。三，闭嘴。什么事儿呀，上官郎君？我想说什么，我给忘记了，打扰了。哎，没事，上官郎君，可以慢慢想的。哎，这人真有意思。公主，我错了。哎呀，好大的公主气场啊！没有，您才是公主气场，我这是侍女救场。气场，救场，心梗，小包袱。上官郎君，我有要事跟你说。正好，我也想起来我找你们是什么事儿了。这是楚怀上的。哦。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李姨约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约过你啊？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我阿姨给我写信呢，她说希望我能守住这个家。既然有人想让你留下来，那你就留下来吧。行，既然某人想让我留下来，那我便留下来吧。是阿爷。哎，你乖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宅子卖了是早晚的事情，我只是怕你跑了，所以才宽限你一些时日。我告诉你，宅子是肯定不会卖的，这么已经租出去了，欠你的钱我都会慢慢还上。那租金归我。一人一半。你三我七。一人一半。你阿爷那信里明明说的是你三我七。对，我阿爷写的就是你三我七，我阿爷写给我的信，我能不晓得吗？
一人一半。合作愉快。谢娘子在上面啊，我去把他们推下来。不必了，看来我跟上官郎君不是那对金童玉女。公主，你别太伤心了。我不伤心，因为我已经算出来咱们李宅还有一对金童玉女。这个宅子里就剩下两个女人，五成几率。对，除了你就是我。把前半句去掉。就是我。笑去面对所有的荒唐。